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我是吴秀文。伫咧偏远地区的儿童，或者是一寡经过天灾的家庭，虽然有大个所在，但是伫咧生活上的物资或者是教材，嘛是相当的欠缺。为着要帮助因，伫咧陕西乡公所就来收集着乡内的册籍、甲乐器以及生活用品，来捐予中华圣教会，希望会当透过着教会机构，甲这物件捐予有需要的民众。一箱一箱的物资，大家无用整理，等下要打包上车。这内面有乐器、册本，搁一挂生活用品，全部拢是陕西乡公所为着要帮助弱势族群募集出来。本来是要拍卖的，认为讲吼，这拍卖的话非常的可惜，因为一些偏远地区的小朋友，他们也需要这些物资。所以，咱先透过咱的圣教会吼，将这些物资吼，我都通这个。发挥到这个最大的用处。整理出来物资，足足装满了两台卡车。陕西乡公所把这寄出来物资送予教会，希望透过因把这物件送予有需要的家庭或者是学校。他们现在虽然有地方可以住，但是很多的物资是缺乏的，特别是孩童的物资。那蔡乡长他愿意提供这一些儿童的乐器、书籍以及许多的生活用品，对当地的儿童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。偏远地区的学校或者是经历过天灾了后的所在，虽然家园陆续的重建，但是生活或者是教育的资源也是真欠缺。乡长表示，一个乡公所的能力有限，但是社会的力量无限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出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。大中华新闻林伟廷陕西采访报道。新闻最后来关心，乡亲朋友，恁的体重敢有标准？去年彰化县全民减重计划，伫咧公司的部门的全力动员之下，全县是来减重70000多公斤，减重的达成率高达190%，减重5公斤以上的民众高达3000位。101年，彰化县卫生局就来成立着志工义勇军团，将主动来亲历社区，关心着民众的体重问题。卫生局的志工义勇军透过行动活泼的戏剧演出，要来呈现今年全县减重计划实施要点。对象就是我们的乡镇村首长、民意代表、县民，有没有问题？彰化卫生局表示，去年彰化县全民减重计划，全彰化拢总减了70000多公斤，减重达成率高达190%。今年将透过志工亲历社区的方式，继续来推动全民减重。其实一般的民众家里的体重计都是比较简单的，那所以那个是没有办法直接显示体脂肪的一个数值，那倒是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做计算这样子。也就是说，卫生局站的角色是什么？哦，我们是做提醒，然后还有另外就是我们有提供一些健康咨询的部分，那到民众可以到卫生所去量体重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卫生所也有营养的门诊，民众可以在那边得到一些营养饮食方面的一个咨询。今年度卫生局为了延续去年好成绩，将全面调查县内肥胖环境因素，而且辅导改善，全县减重目标锁定在42公吨。请秘书授予嘉兴大佛42吨目标板。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全县减42公吨。卫生局强调，今年度成立的减重志工义勇军团将亲历社区，主动来照顾民众的健康，鼓励全民踊跃参加着全民减重计划。大中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根据客户菜市场的交易资料，4月11日总交易量是141公吨，平均的交易价售每公斤15.9元。咱继续来看其他收购的交易情形。上价34，中价32.5元，下价30元。高丽菜上价8.5元，中价7.5元，下价5.5元。红蜻蜓上价18，中价16，下价12。托马豆上价43，中价31，下价18元。普林岛上价95，中价75，下价60。冰岛上价55，中价48，下价40。花椰菜上价18.5元，中价16.5元，下价13元。花椰菜上价33，中价26，下价22元。
果上届三十，中届二十六，下届二十五；葱啊上届三十，中届二十五，下届二十；包心贝啊上届八块半，中届七块半，下届五块；菜头上届十一块半，中届八块半，下届五块。咱继续来关心气象，乡亲朋友一定拢感觉到今仔日日时的天气，就敢那是热天同款。但是气象局来表示，日后以后方面会来到台湾，所以各地低温虽然用也够有二十度以上，但是这局部地区日夜温差至少有十度，所以请民众爱加注意着温差的变化。这波方面伫咧十二号就来离开台湾，所以各地又搁会恢复着稳定的天气。咱继续来看各地天气资料。以上就是今天4月11号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感谢乡亲的收看，祝大家身体空间平安顺心，我是余秀文，咱再会。